Double kill! Triple kill! 请问这是加值一版玩家才有的闪电枪准度吗？还有再加上我们的 NVIDIA Reflex 低延迟系统，打开来之后就可以这么的稳定啊！厂商应该是一个喜欢射击游戏的人啊！我会努力，我会认真秀给他看。跟主机道歉，刚才让他失望了。哦，对不起。游戏里面教大家怎么开一下我们那个最重要的这个 NVIDIA Refix 设定，就是呢，我们先点这个左上角齿轮这个，然后到影像这里，然后点第二个进阶选项，然后拉到最下面了，这个 NVIDIA Refix 低延迟这个启用 Reflex 启用，一定要启用这个啊，这个 NVIDIA Reflex。就是已经支援了最少前十款竞技射击游戏，买回去一定用得到，不用怕说啊，怪嫌买了这么好的显卡会不会用不到这么好的效能呢？不，一定用得到的，我们一定都用得到，因为它前十款支援了九款，懂吗？你一定用得到。那40系列让你在世界上有更好的体验画质跟更高的 FPS， 开启 NVIDIA Reflex， 让你的低延迟系统有更高的瞄准率，就是开启了这个，你可以让你的 FPS 比较高，比较稳定，而且延迟比较低。谁会想要有一台技嘉 i7-16 核 GeForce RTX4060Ti 的电竞主机？这边我会介绍一台超技嘉主机给各位，基本上这一台打92折啊，各位，这个聊天室连结我先小贴一下好了。那我先小介绍一下这台大概有什么样的配备好了。它配的是 i7-13700F 啊，我现在就是用这个规格来开台。它还有搭配塔扇给你啊，这台主机。它也不是用原厂塔扇，它是直接再另外配一个性能比较好的塔扇给你。我先 拿下来给大家品乓几嘞哦。谁会喜欢会发光的主机？我，主机版的话就是一样是用我们技嘉的 B760M， 是一个很高 CP 值的选择，所以它才有办法把价格压得这么低哦。最重要的是显卡是我们的技嘉 GeForce RTX 4060 Ti 啊，8G， 哇，4060 Ti 呢？然后机壳它前面帮你塞了三颗风扇啊，直接帮你塞满了呢。重点是它支援水冷啊，就算你之后想升级，你还可以直接直上水冷哦。而且这个不是套装机，这个是 DIY 主机啊。这台高 CP 值的技嘉 i7-16 核 GeForce RTX 4060 Ti 的电竞主机，直接购买吧。付款完成后预计12月13号出货，我、哦、马上出货呢。今天下单，明天寄出，后天到了吧？应该是这样吧。那我现在排一把、哦，接受。刚好要打到这张遗迹啊，这个有水的还可以嘎嘎稳，大概200，有水虽还可以200啊，代表说一般人的144赫兹荧幕是随便都可以顶满的。Hey bro, you have GeForce 4060 Ti, you know? 乖乖。他不知道，没关系，我等下会贴给他。Another one. 啊，又被我。就是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这电脑好就是不一样哦。Another one， 我被他爆头啦！弯肉弯。啊！弯肉弯肉，我打了一个头哦，没死哦，打两个残血啊！这就是4060 Ti 跟我们的 GeForce Reflex 的力量啊！谁会都打头？哇，这就是 NVIDIA GeForce Reflex 的力量吗？厂商应该是一个喜欢射击游戏的人啊！我会努力，我会认真秀给他看。跟主机道歉，刚才让他失望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坤哥，丢一把吧，谢谢你，介绍你一张。技嘉4060 Ti 的显卡非常的好哦，所以一直跟队友介绍 NVIDIA Reflex。这显法要让你的枪法更上一层楼了，真的，我昨天用我自己的电脑玩都没杀那么多人。中了，对对对对。
One man, one man.谁会反应超快？因为我们的电脑很稳啊！啊 ！Mid one, mid one。谁会这样用点的？你真要被关我带？干！Oh no！ 我的烟又没丢好，好烦哦。甜甜圈应该有。Nice！ 谁会打21只？因为我们用 Nvidia Reflex 低延迟，再加上我们的。GeForce 4060 Ti 的显示卡跟 i7-1370F 都是我们技嘉的哟。我已经找了50组准备开网咖哦，又被你找到这么有 CP 值的电脑拿去开网咖，感觉你省超多钱呢，感觉现省50万呢。完了完了，出币出币。哦，拉死拉死拉死，避面避面。Go go go! What the fuck? 这个再输也不能怪我啦，一扛二了呢。这就是代表队友没有玩，没有这个啊。哦，我先贴连结，我先贴连结。他们就是因为没有用的这个电脑，赢了我抽一台电脑。这个残局，多纳兹了啦。哇，好可惜啊 ！Drop up， 丢把狙给我兄弟，谁会被无视 ？First blood， double kill， triple kill， 冰面冰面 ，last，nice。请问那是技嘉直接版玩家才有的闪弹枪准度吗？还有再加上我们的 Nvidia Reflex 低延迟系统打开来之后就可以这么的稳定啊！帮你配好台词了，技嘉主机搭配使用 Nvidia 的 Reflex 低延迟对枪，让你的 Double Pick 不再失误，回防更如神助。你也快来下单吧！感觉你是 Slogan 大师哎、欸。Gigabyte i7-16 和 GeForce 40RTX 4060 Ti 电竞主机的小的规格，它搭载了我们的 i7-1370F， 然后跟4060 Ti 的显示卡，给你 1TB 的 SSD， 还有 32G 的 DDR4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此商品为 DIY 组装电脑，不是品牌电脑，你懂了吗？阿雄我不会组，不用担心，它会寄到你家，整台组好的。你到时候打开呢，你就可以开始游玩了。这台 RTX 4060 Ti 厉害在哪 ？RTX 40系列显卡可以让你在 CS 有更好的体验，画质体验啊！就像我刚刚那个操作，就是因为画质太好了，我看敌人看得一清二楚啊！阿显这张技嘉4060 Ti 显卡真的不错看，外观低调加上稍微的 RGB 点缀哦。好，我开给你们看，我开给你们看，给你一些灯光，连后面这里都有。连塔扇都有啊！这一定要被收回去吗？我会买一台给自己用，我会买一台自己用，会被收回去，但我会先下单一台哦。等一下我会下单一台，然后刷卡回馈1212，谁会刷？我会拿来办抽奖，谁要抽？订阅2000我就抽奖。冠姐的工作好仔细，赞赞。还有哪里不懂的直接问哦。请问厂商是博主吗？出 CP 这么高，仔细都不用赚钱的、哦，不用，就是优惠给我们这些闲宝。今天厂商找到我，就是觉得我们的显宝可能有人会需要这种 CP 值高的主机，就直接优惠给你们。那今天这台主机的介绍我们就差不多要到这里咯。